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。我们现在在彰化的县西乡，我们今天要来参观的地方叫做西奈半卷烘焙王国，好可爱的外观呢、哦！各位进来看看。哇，冷气真凉，进来好舒服。室内景点。对，它水族箱很好。好特别的鱼哦。这是各种鱼看的耶。好，我们还是去看我们主要观光工厂的部分。不是，主要是吹冷气。吹冷气，买蛋卷。这里还有一个滋宝的小舞台是吗？这个观光工厂也太可爱了吧！还有这种小舞台，最适合滋宝这种爱表演的小女生的。哎，好，我们先来跟蛋卷国王拍个照好不好？都要是那要摆 pose 咯。哇，二楼很可爱耶。对，它的图案也很缤纷耶。这个西奈蛋卷烘焙王国是不是有一个框？哎，怎么刚好遇到你？嗨。一二三。好。真的很好拍耶，这里。很多小东西，小布景。马上就是一个拍照点了。然后你看，刚是跟蛋卷国王拍照，然后旁边是皇后，然后可爱的小王子，对，他唱的儿子，两颗牙齿。穿过这个走道之后，然后就会到这边。对，做蛋卷需要什么材料呢？这四种。就是我觉得做蛋卷或做甜点都是一个很伟大的吧。好像变魔法的感觉。对，因为他们这样经过巧手发挥之后，就能变到自己很多喜欢吃的东西。人生就是要为甜点而活着。哇，那还有别的本书吗？这边介绍原来是他们工厂的一些制程哦。哇，用的是 99% 纯天然奶油制造而成，不错不错。原来这应该是你旁边蛋卷国王的秘籍的地方吧？做蛋卷的秘密被你发现了。我这还有一个数位互动的游戏区耶。哇，这个是你们刚做的是不是？对，还不错哎。太好了，可以的吗？他好像说不行哎。对，他说现在有点故障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有帮你们拍照存证哦。对于拍照，我只有一个诉求，那就是，帮我拍的瘦一点，很难吗？我尽力。大理甜点最知名的是什么？噔噔噔噔，甘肃。哦，他介绍各国的那种比较经典的甜点。对，台湾是蜂蜜蛋糕，美国是波士顿派，美国还有戚风蛋糕，瑞士的是瑞士卷。所以你喜欢哪一个？哦、我太为难了。好，二选五选二。对，这个才是我们的重点。进来一楼了，嗨，找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蛋卷啊？这个可以
好特别哦，豆腐壳饼干呢。这么快就找到好吃的、啊，感觉不错，很特别，不错。这是配他们甜点，因为他们甜点应该是蛮甜的，对，但是配这个茶应该就是能把那个甜味稀释淡掉这样。好，来这边你们在玩什么？不知道，抓龙游戏。来这边是无刷卡服务的哦，所以可能还是要现金。没问题的，我有我买。哇，最后来一支冰冰凉的冰淇淋是最棒的。我先吃一口。哇！怎么样？这是什么口味的？是有点牛奶粉，是牛奶，是香草的冰淇淋啊。糖你要吃。哦，假日如果人潮众多的时候，旁边还有一个自动门出口啊，旁边就有一区用餐区，都是粉红色系的，很漂亮哦。啊，洗手间也在这旁边而已。新麦蛋糕烘焙铜锅其实小小的，不是很大，但是进来休息一下，这个东西也是不错的，而且炸出泡。